我喺儒家嘅思想呢，其實就係我哋中華傳統嘅保庫嚟嘅。呢、这個就係我哋嘅傳統價值，佢裏邊有好多珍貴嘅道理喺度，係歷久常新嘅。我覺得呢，而家最大嘅問題呢，就係、是、我哋中國中共分唔開，同埋全盤否定咗所有中華嘅傳統。誒、嗯，呢、这個亦都係美國保守主義點解而家要復復興呢？就係、是、話你睇呢啲左翼嘅運動呢。 佢係反傳統同埋刪除傳統呢啲叫 cancel culture，係好恐怖嘅事。傳統係唔可以刪除嘅，你刪除咗一個傳統咧，就產生一個新嘅傳統。只要有三個 generation，即係七十五年，就會產生一個變種嘅傳統啦。好似中共而家由四九年即係、呃就是、奪咗權之後啦，咁到而家咧即係超過咗七十五年啦。咁所以咧。 喺大陸出現咗一個邪惡嘅變種嘅新傳統，係好恐怖嘅。所以如果我哋要對抗佢呢，就應该該攞返原本四九年之前嘅中華傳統去無全精喺嗰度學習啲嘢嚇。咁啊，儒家嘅學説講忠孝節義，我今日就要講忠孝節義。咁啊喺講忠孝節義之前呢，我就講、呃、所謂三省吾身，吾一日三省吾身。 即係話我要反省我自己，我唔係一個 perfect 嘅人，我每日都會犯錯誤嘅。起你起碼反省三字，睇下你錯喺邊度。咁仲有咧，即、就、係、是、都係《論語》嘅说話咧，就係、是、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你做呢啲嘢咧，唔係要去滿足人哋、討好人哋，而係希望今日嘅自己係好過昨日嘅自己，好少少都得㗎啦。只要好少少都得㗎啦。 你係同自己交代，唔需要同人交代。咁我講到呢度咧，我就相信自己咧，好有信心啊！我知道自己嘅能力。咁其中一樣嘢，我佩服自己咧，就係我我嘅記憶力。但係其實我嘅記憶咧，唔係無懈可極嘅。譬如話，我自己喺度講，誒、呃，即、就、係、是、自己同自己諗咧、就是，就、呃、係香港嘅社會運動咧，就係一誒二零一二年嘅呢個反國教，當然仲有啲菜園村啊。 嗰啲咁嘅嘢係咪冲擊立法會啊咁咁由去到咧誒一九唔係唔係一九啦二零一四年啊兩年之後嘅誒佔領中環變成雨山運動咁我就一路睇緊呢啲事件，但係其實我已經完全忘記咗咧喺二零一一年去到二零一二年咧，仲有一個叫做佔領中環係第一個佔领,、这个、領中環呢個佔領中環咧就是、因為二零零八年嘅金融海嘯啊好咗嗰啲迷債啊 誒呢、呃這個啊，即、呃、係、就是、香港人咧就玩嗰啲誒、呃、accumulators 啊，玩嗰啲衍生工具咧，輸咗好多錢。咁於是咧就跟住仿效美國嘅佔領華爾街咧，就喺呢個匯豐總行下面嗰個空地嗰度搞一場佔領運動。咁、嗯、啊、呃、柴娃娃都好開心啊，又喺度煮飯食，喺度過夜。咁又好多背包嗰啲背囊客咧，又喺度誒，即係唔使住酒店，喺度喺度喺度圍爐嘅。 咁但係結果就不成氣候。雖然呢一個係一個左翼帶動嘅運動，亦都唔係好成功，同埋佢裏邊有啲理念咧值得商榷。但呢個係香港嘅第一次佔領中環，我竟然 <coughs> 香港電台都做過一個紀錄片，我竟然唔記得咗，唔、嗯、唔、嗯、知道有呢件嘢嘅存在。咁所以你嘅記憶啦唔係好可靠，一定要小心翻查資料，唔好搞錯。 咁啊，讲到呢度咧，就系话而家而家美国嘅问题咧，系左翼嘅问题，但系冇一样嘢叫做右翼嘅。我再讲一次，法西斯、纳粹党呢啲唔系右翼，呢啲系左翼嘅变种。纳粹党里边嘅嗰啲大佬啊，嗰啲思想家、理论家，佢哋嗰啲思想嘅来源，你睇翻海耶克嘅、呃《通往奴役之路》咧。 佢哋係社會黨人嚟嘅，係社會主義嘅人嚟嘅。而希特拉本人呢，係不斷咁樣仿效法西斯嘅呢個納麥索里尼，包括你嘅集會啊、儀式啊、嗰啲對領袖嘅崇拜啊，同埋嗰種做出嚟嗰種政治宣傳嘅氣氛啊等等。咁而呢個法西斯黨嘅麥索里尼咧，原本就係意大利社會黨嘅領袖，同埋呢係佢哋嘅誒，亦都係佢哋嘅理論家同埋評論家。 所有嗰啲文章都系佢写，佢最欣赏、最崇拜嗰个就系列宁。佢本身就系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莫作里尼本人，佢系一个新闻记者嚟。但系点解佢会分道扬镳咧？唔系因为咩意识形态嘅分歧，而系因为佢认为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要喺英美嗰边参战，而嗰啲社会党人啊、社会主义者咧就认为工人无祖国。 就唔應該參戰，但係當時歐洲嘅民情呢，無論作戰嘅雙方兩邊咧，都係嗰啲人民呢，就係、是、一個民族主義嘅情緒咧，應該要為國捐軀嘅。咁所以反而呢，墨索里尼係捕捉到當時人民要嘅嘢，但係佢喺嗰個社會主義嘅信念裏邊，其實同列寧啊、同馬克思主義者呢係冇分歧。咁後來佢奪取咗權力，梗係要豬馴二己啦。 咁於是法西斯咪同共產黨咪對抗咯，咁但係大家係同一個老豆生噶嘛，咁所以你啲法西斯納粹黨又點可以叫做右翼咧？其實呢啲嘢都唔需要再拗落去嘅。真正嚟講咧，最大嘅邪惡就係左翼，左翼就嚟自啟蒙時期嘅盧梭呢啲人，咁而咧佢哋第一次喺人間闖出大禍咧，就是、法國大革命嘅。 雅各賓黨人呢啲咁嘅遺傳基因一路嗰個政治嘅嗰個意識形態咧係一脈相承嘅，咁所以真正嘅問題咧就係、是、左翼嘅世界裏邊所有唔同嘅聲音都係右翼，係咪啊？咁咧所有反對佢嘅人都係右派，咁所以咧我哋唔可以標籤自己做右右派，我哋誒維護我哋嘅傳統價值，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 都有自己嘅傳統價值去對抗呢啲邪惡嘅力量。呢啲邪惡嘅力量咧，佢左翼不斷咁樣變化嘅。譬如話喺佔領華爾街嘅時候，佢同香港一樣，就係、是、針對嗰啲大財團、針對嗰啲基金、針對嗰啲深層政府。但係咁樣咪、就是、會損害到嗰啲統治階層嘅利益咯。於是佢好巧妙咁樣轉移個目標，然後搞 DEI。所以嗰個左翼咧就～ 吸取咗、呃就是、之前呢個法國嘅所謂思想家，呢、這個本身係一個好有私德、好有問題嘅一個、呃、一个即係、就是、充滿邪惡思想嘅福奧福科嗰種嘅後現代主義。所有唔同嘅、呃呃、群誒羣眾和不同埋唔同嘅社會階層不同埋唔同嘅成員之間，一切都係權力鬥爭，歷史就冇。 正府冇是非冇黑白，所有嘢都係我壓到你，或者你壓到我，係咪咁呢種後代現代主義復科呢種嘢咧，就喺雨傘運動之後，香港啲人吸咗嘅。咁啊，所以搞到香港咁即係其實喺喺個抗爭嘅陣營裏面搞到咁混亂，皇師裏面點解出嚟呢？一係就奸，一係蠢咧，就係、是、吸咗呢啲咁嘅毒害，一切都係講權力鬥爭，一切都係讲即係講暴力、講仇恨。 呢啲就係後現代主義啊！呢啲就係現代嘅左翼啊！咁所以我哋反抗呢樣嘢，我唔可以變成佢啊。OK，咁啊長話短説，去到呢個位咧，佢就搞到美國翻天地覆，所有傳統價值崩潰。咁所以你對抗佢咧，唔係話自己係右派，而係話我哋要搵翻美國立國嘅價值。點解美國會曾經偉大？ 咁你如果要知道呢樣嘢，要揾答案咧，就唔該你睇下我喺 p a t r o n 擺晒啲 link 喺度，就係、是、今次喺 Milwaukee 嘅共和黨大會咧，最重要嘅呢啲發言。而家今晚咧，即係喺美國時間咧，就有 Donald Trump 嘅最後總結發言。但係你睇咗呢個副總統候選人 J.D. Vance 同埋佢太太，同埋我好欣賞嘅呢位反中華即係、就是、反中共嘅英派學者 Peter Navarro 咧。 佢有嗰個誒、呃、紀錄片叫《Death by China》。呢、这個人呢，我對佢真係佩服得五體投地。佢可以為咗自己嘅理想同埋對政府對 Donald Trump 嘅忠誠咧，佢對抗嘅邪國力量咧，啱啱坐完冤獄喺個監獄度十七號放出嚟，就即刻去咗呢個共和黨共和黨大會呢發表了一啲感人肺腑嘅演說。大家睇下我令。 呢一啲人咧就叫做，即、就、係、是、我頭先講忠孝節義啊。其實好多人咧救病呢個 Donald Trump 咧，就話佢要突出嗰個個人嘅忠誠，但大家都做過一啲大機構打過工，或者去過好多唔同嘅組織裏面，甚至可以係一啲誒、呃、義務嘅團體、政治嘅組織。如果你同你嘅，即、就、係、是、你嘅。 colleagues 係你嘅同僚啊，你嘅上司之間冇嗰種忠誠啊，我哋點樣做嘢啊？係咪啊？即係即係，我覺得你要對你嘅師長、對你嘅上司、對你嘅父母，甚至誒、呃、對你所有，即係所有同你一齊做嘢嘅人都要有一個 honesty。對於嗰個提拔你嘅、帶你入去呢度嘅、你嘅領袖、你嘅隊長。 你係是咪是要有一個個人嘅忠誠啊？咁我講到孝啦，忠孝節義啊嘛。你睇下 J.D. Vance，佢係俾佢嗰個嫲嫲大大，佢嘅媽呢係長期吸毒嘅，好慘嘅。係嚟自 Ohio 一啲，即係嗰啲嘢係寫咗書、拍成電影，曾經主流媒體呢係宣傳佢話呢個係勵志嘅故事嚟嘅。嗰陣時因為冇冇慳到佢哋啊嘛。 咁所以呢，其實呢啲係真人真事，已經建立咗。但係點樣啊？佢阿媽已經搣甩咗呢個海鹿英毒癮超過十年啦。今次喺個大會裏面，坐喺下面同呢個共和黨嘅議長啊 Johnson 坐埋一齊，然後為個仔拍掌啊！即係你諗下，即係佢對自己嘅母親，雖然係佢母親冇盡過責任，都不離不棄，係咪能夠即係大家都即係即係好返啦。 系咪？可以一家人團聚，呢啲咪叫孝咯？系咪啊？你个媽媽對你唔好啊，但係佢係因為俾個社會害咗，所以染上不良嘅習慣，咁啊吸咗毒，但係而家戒甩咗，咪對個仔一樣咁好咯？係咪啊？咁个仔要對佢孝順咯。咁呢啲美國人嚟噶，唔係中國人嚟，所以忠孝節義啊！你諗下 n a v a r o 呢，係咪啊？因為佢好相信尊敬。 佢嘅上司 Donald Trump，所以为咗呢位退任总统，即係个人受到迫害，佢自己係唔会出卖佢嘅领袖，佢宁愿坐监，係咪佢一路都唔肯放佢，根本成件嘢你睇翻呢一个佢嘅演说啦，呢、这个冤狱係點樣嘅冤枉法係全部解释晒。美国已经冇咗三权分立，变成習近平所讲嘅三权合作。 嗰啲貪腐集團咧，用政治打壓，用司法做武器去株除異己，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呢，呢、這個就係危急存亡之秋嚇、啊，忠孝節義呢、這個就係為,為自己嘅理念去守節啊。呢、這個就係義氣啊！你諗下啦，其實呢，同埋一家人嘅和睦傳統嘅家庭價值，你諗下，即係嗰個。 佢嘅太太啊，J. D. Vance 嘅太太咧，根本系印度移民嘅第二代。佢虽然本人喺美国出生，但系佢哋嘅传统习俗啊，所有嘢都系嚟自印度嘅。咁而咧，嗯即系佢即系你睇返佢嘅故事啦，即系佢识咗呢位嗯即系呢位女朋友，后来变成佢自己嘅妻子啦，然后生咗啲好可爱嘅小朋友啦。佢一路咁去学习。 印度嘅文化、印度嘅食物，然後咧係尊重大家唔同嘅傳統價值。但係啲左媒可以話 v a n s e 咧係一個種族主義者。我亦都擺咗喺我自己嘅嘅嗰個誒批裁嗰度，就係、是、有一段咧有啲個左媒嘅記者咧，就用啲好邪惡嘅方法去嗯。 塞一啲字落去 Tucker Carlson 嗰度，又話佢咧係種族主義啊，同埋佢係白人至上啊咁，咁而 Tucker Carlson 嘅不卑不亢、據理力争」嘅反駁，我唔需要多講。你睇翻呢一段對話，得個分幾鐘就已經知道誰是誰非嘅。咁我講咧就係、是、話，而家今次咧係我認為咧呢、這個係 Providence，呢個係天命。美國大難不死咧，如果呢個已經完全改造咗嘅。 新嘅 Donald Trump，新嘅共和黨，如果佢哋喺二零一一年順應民心，係喺即係攞到重新攞到白宮，重新上台咧，就可以挽救美國，挽救美國攞翻美國就可以挽救世界，係咪啊？如果美國墮落咗呢？其實其實美國同中共打邊個贏都冇關係，兩邊都咁恐怖，同埋亦都唔會贏噶，係咪啊？ 你想下，即系拜登上台之后咁多战争，成个阿富汗送咗俾人，然后伊朗咧就攞咗一大笔钱，周围做恐怖活动。习近平无论做乜嘢，搞到里边烂糟糟啦，佢瞓喺度都唔会输嘅，系咪啊？咁即系呢样嘢，如果睇唔到，其实乜嘢都睇唔到嘅。咁所以咧，美国一定要自己强大。如果美国自己唔系强大咧，咁啊世界咧就永无宁日。同埋呢个所谓强大咧。 唔係要做國際警察，周圍去侵略人哋。喺 Donald Trump 嗰四年裏面，咧，係冇有任何嘅新嘅戰爭。以前幾十年嘅美國總統不斷咁窮兵奪武，因為要滿足個金工誒誒、呃、軍工企業係咪啊？周圍去侵略，周圍去打仗。喺 Donald Trump 嗰四年係一場戰爭都冇。我哋需要一個和平嘅環境可以安居樂業，係咪啊？我需要係對抗嗰啲左翼嘅冒誤咧。 係唔好相信嗰啲咩碳排放嗰啲胡言亂語，就令到個能源咧係可以自給，然後咧就壓制压制咗呢個通貨膨脹，冇戰爭，有能源咁樣大家都好啦，係咪啊？其實呢樣嘢我今日唔講冇時間。所謂太碳排放嘅神話，所謂氣候變化嘅方言，其實都係呢啲人咧喺過去嗰五十年係。 人工製造出嚟嘅一啲宣傳嘅伎倆，一陣又話、呃呃、冷卻冰河時期，一陣又話會係全球暖化，一陣又話酸雨，一陣又話臭氧層，講好多唔同嘅嘢。最緊要一樣嘢就加強控制，同埋要揾大錢。OK，就係咁簡單，就置置人民嘅生死於不顧。那所以嗰啲嘢呢，係你真係唔好再信佢。 咁去到呢度呢，我最後要講一樣嘢呢，就係話點解呢個天命咁重要呢？就係、是、呀、啊，如果 Donald Trump 喺當時死咗呢，呢一場嘅革命呢就會功敗垂成因為佢自己嘅謹慎，佢一路都唔肯揾一個即係、呃就是、未曾可以決定到呢個副總統嘅人選。 其實副總統唔係為咗攞選票啊！你睇嗰啲李世民嗰啲仲喺度講緊嗰啲政客啦，攞選票副總統係一個後備嘅總統啊，得我这樣講嘅如果個總統有咩三長兩短呢，佢即刻根據憲法做總統你唔可以求其揾一個信不過嘅人或者理念唔相同嘅人做副總統候選人所以佢一路猶豫不決。 佢心中有個復稿，冇同人講，冇決定，冇拍板，係要等到 RNC，等到民主共和 s o r r y 共和黨大會先至拍板。如果喺共和黨大會召開之前，喺佢提名呢個曼斯之前佢死咗呢，咁就會好混亂噶。而家講醜得好呢，係咪即係上帝保佑啦，Donald Trump 係可以即係、就是、無風無浪去到十一月啦。 但是如果真係嗰啲邪惡力量要喐佢嘅話呢一、这個曼斯呢就可以繼續擔起呢一支旗的因為呢個曼斯已經成為候選人，已經得到即係嗰個成全啊，同埋當初話给所有嘅美國人知，佢係百分之百信任呢個人，同埋我哋可以即係冇任何嘅人去挑戰曼斯嘅地位。 系咪？咁即係 touch o o d 啦，系咪我希望應該如無意外應没冇乜事，但係對方嘅即係嗰啲人呢都諗到依樣嘢。你而家殺 t 出没冇用㗎了係咪是我哋可以舉一個香港例子呢，就嗰、是、個唔係好貼切嘅，就話當呢個梁天琪、啊、在喺新界東嘅初誒嗰、呃那個補選嗰度、呃、贏咗六萬幾票，係咪是吹大到係話三分天下。 佢有一個咁樣嘅聲望同埋民間嘅支持咧，成為第三勢力啦。即使佢被 DQ 啊，佢求其揾一個梁眾行、青年新政咧，嗰啲人係可以揸住嘅餘熱啊，一樣可以入到立法會。不過嗰啲人咧就信唔過嘅，我話俾你聽，梁眾行啊、青年新政呢啲全部信唔過。但係呢個例子就说明咧，如果 d o r 有咩意外，我希望冇啊。我哋要為佢祈禱啊！ 到時只要萬事喺一度，所有嘅邪惡力量都唔係佢手腳，因為佢後面就係繼承咗 Donald Trump 嘅光環，所以對家亦都知難而退，唔敢傷害 Donald Trump。所以今次咧，如果佢唔係瘋狂造假，冇其他嘢咧，我到而家我當然咧，我哋唔肯定啦，我哋一定好擔心啦。但係今次人民嘅意思咧，已經係講得好清楚。

即係嗰啲 Founding Fathers 嗰啲嘢，唔知係點樣啦嚇，呢啲變成神話啦。但唔計嗰啲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嗰啲人，就是、講現代嘅美國，我哋認知嘅美國，戰後嘅美國，我哋從來未見過呢個場面。呢、這個就係人類嘅希望。美國嘅傳統唔係我哋嘅傳統，美國人要珍惜佢嘅傳統，英國人、華人都要珍惜自己嘅傳統，美國人呢？ 唔係一個概念嚟嘅，我覺得 a Vance 啊講得好好啊！美國人係人嚟嘅，呢啲人呢包括佢太太呢係嚟自印度，有唔同嘅傳統，大家係冇歧視嘅。呢、这個就係美國特色嘅，喺華人世界、喺意大利、喺英國、喺法國都揾唔到呢樣嘢，係咪啊？我哋希望美國可以重新振作起嚟，為人類做出一啲貢獻。咁啊，今日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啊，下次節目時間再見啦，拜拜。